哎，搞饭吃吧。我去做烤肉了。这么多鸡，那看起来很不错哎。快点住，帮我停了底儿呗，我这拿不住羊。来来，走。拖得住吗？拖得住 ，OK。要怎么烤呢？哇，这不是路上卖？这就是小时候街上看见那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蛮好的，这样烤。哎，你这哪来的这个机器？租的。阿姨又在这儿。阿姨，菜好好吃啊。谢谢你啊。我们如果有点那个鸭那个鸡肉的话，烤好了给你也送一点啊。先得点火，这着了，旋转，旋转，还转啊！就这样关上了，关上了，就这样。土耳其烤肉，这个厉害。你要做什么？年糕。你做主食啊？对啊，我也做主食。他一旦搞这种东西，烤啊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，像那种守门老大爷。Jeffrey， 烤鸭烤好啦！哇，看上去特别好吃。哇哇哇，流汁嘞！哎呦，太香了这味儿！哇哇哇哇！哇，鸡肉已经烤得滋啦滋啦的滴油了，哇哇，烫烫烫烫，啊烫，好饿啊！还不是给你的啊？哎，停，离远点。哇，最后的晚餐，最后一天了。哦哦哦，哇！谢谢。还可以，就是鸭子原味，没有料的味。如果这个节目下一季的话，我们推荐朋友的话，会想推荐谁来？我把我这几部戏合作的演员都给弄来。